自从2018年台湾灯会下个月就伫嘉义县的顶场，灯会吉祥物嘉义县的蓝富仙嘉义人，今日由馆长张阿冠与张明兰共同来迎接伊破蛋而出，并且摆出了八姿态，向前锻炼嘉义县起飞。啊！我的新朋友的头看到了，好，来准备了，准备了，哇！来，我们的新朋友准备要跟大家见面了。是我们嘉义的第一的哈，嘉义人来对第一家哈，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给我们的蓝富富选一个名字好不好？好啊，我给你取一个名，叫做嘉义人，一二三的一哦，一金哦，哎，新来的人，嘉义人，耶，第一名的哦，人气最高的一金哦。嘉义人，来卡成又两个啊，又又又，嘉义哥有嘉义吗？真嘉义，真嘉义哈，嘉义哥，嘉义人，已经哦，已经哦，已经哦。为着要庆祝嘉义县吉祥物的诞生，县府阁邀请着观光局欢台代言人欧雄，含日本千叶县的千叶君，共同欢迎嘉义人出场。三只吉祥物现场闹着跳舞，馆长邀请国内外旅客，后个月来嘉义参加灯会。并且享受嘉义县上美好人文风景。台中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。